好啦，今次咧 S Pen 咧，除咗有碌九嘅操控功能之外咧，最重要就系加咗一个陆续感应器啦，咁令到佢可以咧进行呢个隔空操控啊。咁佢就叫 Air Action 嘅。咁我而家咧就用呢支 S Pen 咧，同大家试下点样隔空操控呢个碌听嘅相机功能啦。咁啊，首先啊，支笔啦。咁咧，其实咧就要可能要 zoom out 少少，系啦。首先咧。就要按一按实，咁就可以拨咧，就会转呢、這个，就会转呢个模式噶。嗱，就咁样转啦，咁就可以转到模式啦。咁除咗左右转模式之外咧，仍然可以咧向上就会变自拍啦，向翻下咧就可以转翻做呢、這个主镜头啦。咁其实咧仲可以做 zoom 嘅功能嘅。首先咧，譬如揿实，咁啊再系唔得啦，這个可能就系揿实 press and hold 转嗱，咁又会 zoom 啦 ，zoom 紧啦。咁啊，如果 zoom out 咧，亦都系我可能就要揿实。逆时针咁转咧，佢就会 zoom out 啦。咁其实咧就系、是、揿，如果想用 S Pen 做 zoom 嘅功能咧，就揿实顺时针就系 zoom in， 逆时针咧就系、是、zoom out。以上咧就系、是、S Pen 嘅 Air Actions 功能啦。